just come as a descent for Kinabalu. And at the moment, forecast weather for Kinabalu is expected to be fine. Expect partly cloudy skies and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over 20.第二个名字你叫的还是很难念的啊，OK，叫我小周就好了。沙巴这里呢，很多游客啊，不论是我们的马来西亚也好啊，外国游客也好，全部来到沙巴都讲一句话：你们沙巴这个地方像公主一样啊。为什么？天天就是吃，吃了就睡觉，睡了就上厕所。今天的行程是怎么走呢？就是先带大家一个 additional 的。 就是你们自己付钱的啦，OK 哈，就是带你们去吃早餐。你们有听说过一个阿贤有介绍过的那个雨娃的？OK 哈，有没有听说过啊？雨娃这边很有名的，这个做了几十年，最没有30年的，可是他现在开了分行在 KK area， 我们过去那边吃 ，OK， 他除了。 早餐之后，我们就去哪里了？就去我们的 City Tour，OK？ City Tour 其实老实讲一句了哈，实话实说，我们沙巴是走年轻的，很多树啊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沙巴的空气非常的好的，那沙巴的治安怎么样呢？比起JB好很多了 ，OK 哈？可是。 哎呦 ，OK， 那你们要记住这两位啊 ，OK 好，如果万一你们不小心掉下水了，就要先把他们抓住。为什么 ？OK， 或者是有一些，我看到男士们啊，都是蛮有那个福气的样子啊，OK， 尤其是在肚子蛮有内涵的啊 ，OK 好，啊，蛮有内涵的，所以本身如果女士们，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掉下去的话，有男士在身边。 你就找那个男士，为什么？因为先扶住他的肚子，为什么？因为要跌的话，大家一起跌哈，对不对啊 ？OK， 除了这个之外，为什么我要了解你们会不会游泳呢？因为本身我们在沙巴这里呢，有2天是玩水的 ，OK， 第一个就是明天啊，第二个就是后天啊，大后天就是去挨。你导游我也不会游泳的，我只会深潜。 啊，我一跳下去，直接潜个3天才浮上来的，因为肿的那个哈，你还要丢西瓜下去才肿上来的，啊，了解了吗？啊，OK， 好，一般上来讲，OK，来，我们这里是我们的 KK City 了，哈 ，KK OK 哈，啊，这条路我们是比较晚上都比较 happening 的啦，尤其是有去过香港吗？有哈，有听过香港的兰桂坊吗？有哈 ，OK， 我们沙巴也有兰桂坊，沙巴兰桂坊就在隔壁，啊，沙巴其实很好的，你知道吗？ 对面就是海来的。这个没有点上去。
个地方有而已。OK，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，明天呢？我们要走哪里？明天我们要上神山啊，这边。我们先去 Q 路先 ，Q 路就是在这边，外国的拉丁。啊。这边啊。OK， 明天我们从这边我们的酒店去到这边，你不要以为很近哦，要一个小时多了，都是走山路了。然后去了 Q 路，我们玩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去神山。Okay. 神山有多大？一个新加坡那么大。好，它的范围啊，神山公园的范围啊，一个新加坡那么大啊。三六三七来了。OK， 爬山，我们爬山就爬这个山。对，神山，你们刚下飞机应该有看到一个山，那个云突出来一个头啊。啊，那个就是山。4000多米啊，这是开玩笑的。然后我们大后天就是去了神山下来，然后我们大后天要去哪里 ？Island 就在这边 ，Island 这边外面，这边有几个 Island 的。哦。啊，现在了解了吗？我们没有去到这边呢、啊。没有，这边没有，我们知道。没有去到。那个要给钱的，这边没有。好，了解了吗？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吃完我们的午餐之后 ，estimated time 是1:30。OK， 1:30我们就是前往我们的长鼻猴，也就是等下寻找长鼻猴跟萤火虫之。我们从这里出发到我们的长鼻猴的地方要多长时间？4.5小时。OK 哈，4.5小时。哎呦 ，OK 来，其实4.5小时你们不要给我吓坏了，是4.5个小时，是多长时间啊？啊，抓到了，全部抓到了。OK， 是2个小时的。OK 哦，刚才你们没有到了码头之后，先用个简单的 high tea。OK 好，简单的 high tea 啦，就是类似像比三国链这样子啊，包含在里面的。OK 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是吃了我们的这个 high tea 之后，时间差不多4:30到5:30，看情况而定。我们就是约好船家，就坐船出去看我们的寻找长鼻猴之旅。OK 好，我们坐这个船程呢，大概要多长时间呢、啊？1个小时。来，你要怎样拍？啊，一样啊，你要拖的。OK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回教这两个字呀？存在。为什么我们会叫回教徒？为什么叫穆斯林？其实你要了解哦，这个回教这两个字眼是从中国传过来的。为什么？对，就是因为中国有十几或以上的大族，其中一族就是回族。他们回族基本上来讲都是信奉这个什么伊斯兰教，所以就叫做回教。回教就是这样子称呼过来的。OK， 所以你了解。回教这两个字眼。漂亮啊，不错。Thank you.
露营。Hello. 阿秀给我们拍专辑，阿秀真的是刚出门不错啊，他给我们拍专辑。帮我们开一下。
没有。人家来发展就没有我们助理好看了。可以啊，这次很像一个，这壁纸也是长长的。怎么快吗？怎么结果就一号、二号、三号了？慢慢的。再前面一点。小周前面一点。出来。哇，那个树根呐、啊，很重。他们去拿刀给他砍出个树根。哇，这次给我们拍到你很好，这次给我拍到很好。好，好，来不来啊？看过来。哦，看得很清楚啊，壁纸看得很清楚。啊，哎，这次看得很清楚啊，壁纸。你以为是那个？你以为是那个猴子来的？拍到两只哦。拍到那猴子。你们看，非常。啊，等下你拍到头顶。哎，拍一张。你们拿回去看。猴子。好像肚子，好像肚子，到了。刚才我在那边拍的，给弄叶子，就大概了。没有，这是很清楚，这是哎，看可以看到鼻子长长的，大家看清楚吗？好，就在这很看清楚了，看。好 ，in。Out and in。哇，还就在吃东西。我哦，这个拍得很清楚，这个是，哎，看得很清楚，这个，鼻子很长。好。我长在那个头上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输给他了，他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都是在上面。中间那个，
上面，上面，那这里，上面，上面，哎，上面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摆 pose 哎！哇！哇哎呀，这拍的位置。哪里啊？上面哦。看不到了。这样高看不到。不是啦，哎，你问下你哥们阿三弟，他们说啥你哥呢？啊，那是啦，你行啊，你几点几点阿你哥呢？哎，老高，老高的阿三弟干老对。那蜂蜜吹的蜂蜜怎么来的？那个猴子的阿三弟对，那个。